围的部分先给大家看一下，既然是 MIT 就一定要大谈 SML 都一定要能穿。刚刚讲到一个特色，它的开叉，来，我是可以把腿举得非常非常高，它真的都不会曝光。这个叉位啊，大家不用害怕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来，里面呢有一整件的安全裤。来，New Era身高161公分，我穿平底鞋。154的话呢，大概落在我鞋子白色的位置，白色这个弧度的位置。那如果你不想要这么拢长的话，你可以踩一点小跟鞋，或者是厚一点的球鞋，我觉得就可以。屁股的肉肉啊，或者是什么内着的痕迹，它都看不到。然后我再近一点给大家看，因为很多人很担心，就是大腿的地方会太紧，对不对？我们呢，全部都是高弹，我没有拉很大力哦，就是让肉肉的粉丝也可以很轻松的驾驭这件裤子。黑色我讲了，最安全、最没有错、最不会失败的颜色，看黑色怎么搭怎么好看。所以你真的很担心的人，那你就买黑色。我跟你讲，灰色绝对是三色里面大家超怕，但我一定要大力推荐一下灰色。你看，依然显瘦，你要看什么，通通看不到。我真的没有觉得哪一个特别胖特别瘦，但是你真的要很严格很严格说的话，一定当然还是黑色最瘦。如果你是很勇于尝试新色的话，灰色粉色真的非常的厉害。